原来你也是那种爱凑热闹的性格啊。不得不说，最近来光顾的客人确实都在谈论，与其说是热门话题，不如说是都市传说一类的东西吧。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听，耳朵也快听出茧来了。不会是什么可怕的传说吧？先给我一点心理准备。可怕倒没什么可怕的，至少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这样，是被称为暗夜英雄的人的传说。刚才九宝先生说的什么？原来你根本没在听啊。我在说暗夜英雄，传闻中只有在午夜时分才会出现的惩恶扬善的神秘人。不过老实说，这种传说我没什么兴趣，除非他能帮忙治理一下半夜醉酒闹事的酒客，那我还是很愿意承认他存在的。据说是有过几个目击者的，可在夜里没法看清他的样貌，可能这就是他只在夜里现身的理由吧。但至少证明暗夜英雄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。总而言之，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了。感兴趣的话，不如去广场上再打听打听，别耽误了其他客人点单。暗夜英雄呀，像是每个城市都会流传的那种故事呢，只是它稍微显得有些阴暗。到底会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有空去广场上再问问看吧。为什么不会放弃呢？就算是亲。15、16个，收获还不错。哦，你是来问暗夜英雄的事啊？暗夜英雄就是我。是的，我是在开玩笑哦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在他身上我感觉到一种和我相似的气息哟。相似的气息？在数之不尽的夜晚里守护着蒙德，贯彻自己的正义，坚守自己的信念。原来玛格丽特女士也是这样了不起的人吗？不不，我的意思是她一定很有钱吧。嗯，往往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上才会追求精神的富有，很多英雄故事也都是这样写的，不是吗？没有的事，我只是每天都很闲罢了。都差不多啦，毕竟是猫尾酒馆的老板娘。不如你们再去城门的守卫那边问问看，经常值夜班的他们很可能见过些什么吧。
祝你一路顺风。站着也没什么事做，不如找人聊聊天。你们也对他感兴趣啊？不瞒你们说，我可是暗夜英雄的目击者之一。哇，这下找对人了。那么，暗夜英雄到底是谁呢？哎，别急，等我慢慢讲。那晚我正在巡逻，被一点响动吸引，我赶忙过去查看，只见一伙人鬼鬼祟祟，像是在密谋些什么，于是我赶忙躲了起来。喂，你不是守卫吗？而就在此时，那个人出现了，他一身黑袍，完美的隐藏在夜色里，对那些恶人来说，就像悄悄袭来的噩梦一样。哇，你们猜我这时候做了什么？在暗夜英雄面前，我可能只是个累赘，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于是我去了骑士团宿舍。没错，像他这样有正义感、自愿守护蒙德的人，加入骑士团是理所应当的吧？可事实上，好像是我自作聪明了。在宿舍检查一番以后，并没发现有人出门的迹象。那就是骑士团成员以外的人喽。是的，可我想不通，这样的人为何没有加入骑士团呢？以他的实力，应该很容易在骑士团有所作为的吧？到头来，你还是不知道暗夜英雄的身份呀。别那么失望，至少缩小了范围嘛。不如你再去花店问问看，听说有位姑娘曾经受过他的帮助。蒙德欢迎你。我真是个坏女人，怎么可以这样花心呢？喂喂，我们想问一下暗夜英雄的事。暗夜英雄？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有些愣神。不过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想谁？难道说都写在脸上了？怎么办？万一被迪洛克大人看到了，岂不是就……你说迪洛克大人？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全都告诉你们好了。本来我仰慕的人只有迪洛克大人一个，可自从那晚我被暗夜英雄所救，就好像再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心意了。真的吗？那么暗夜英雄长什么样子呢？我当时太害怕了，没怎么看清楚，就只记得令人感到安心的火光，莫名有些亲切的背影。这个我也不能确定，又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人，就像那种命中注定的两人一见如故。好吧，谢谢你的情报，唐娜。整理一下现在所知的情报的话，并非西风骑士拥有神之眼的有钱人，还是想不明白啊。问了这么多，果然还是想亲眼见识一下呀。不如在夜晚的城里转转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会遇上他呢。天黑了呢，不如在蒙德城里转转吧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会遇上暗夜英雄。
尽管绕开了卫兵的巡逻路线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撞上你们。暗夜英雄，这种俗套到不行的名字难道是你起的？你自己居然没听说过吗？整个蒙德都在讨论暗夜英雄呢。无聊的传言也罢，算是和平的证明吧。嘿嘿，这下暗夜英雄之谜终于解开了。所以说暗夜英雄先生，好了，别用那个名字叫我了，感觉很不自在。没错，暗夜英雄太土了，应该换一个更充满罗曼蒂克气息的称号。正义人。正义人先生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是深渊教团。又是他们？不知最近又在盘算些什么鬼主意，像是在做前期侦查的样子。明明这段时间他们的小动作已经被我识破很多次了，居然还不放弃。算是吧，如果没有另一个什么暗夜英雄的话，毕竟骑士团里大多是些派不上用场的家伙，怎么可能放心把背后交给他们？只是些陈年旧事，没必要再提起。陪你们聊了这么久，不如你们也帮我个忙。蒂卢克老爷需要帮什么忙呢？对我的身份保密，尤其是别让骑士团的人知道了我的行动。啊，什么声音？是深渊教团的援兵吗？几个小角色而已，你应该也可以轻松解决。我可不能被这些杂碎拖住了脚步，就麻烦你处理一下了。别忘了帮我保密的事，回见。喂喂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嘿呀，可别上瘾哦。冻结吧，嘿嘿嘿，哥，我来保护大家。两位，刚刚我好像听到这边有什么响动，有发现什么异常吗？异常？没有哦。哦，难道你是指暗夜英雄？他……暗夜英雄？你们见到他了吗？他……他就是旅行者啦。哦，暗中守护蒙德的英雄就是你啊！我代表骑士团向你道谢。不用这么郑重了，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等等，不对，你们不是最近才来的旅行者吗？在你们来蒙德之前，暗夜英雄的传说就已经流传很久了。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谎？哎，算了，我知道你们不会是什么坏人，不过关于暗夜英雄，希望你们能抽空来骑士团再聊一聊，有些话不方便在这里讲，公务在身，那我先走了，二位请注意安全。关于暗夜英雄，霍夫曼好像有什么话想说的样子，不如去骑士团找他聊聊吧。
是你们。感谢你们二位的配合。上次我们聊到暗夜英雄的事，请问还有其他情报可以提供吗？说的也是，提问之前自己先要提供必要的情报，是我疏忽了骑士的礼节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们先看看这个。哇，好丑的字。仔细看看，好像有很多地方看不太懂的样子。确实，虽然是通用语，但很多地方写成了密文的样子。只看可以读懂的部分，倒是也能大致理解。这是深渊教团对暗夜英雄下的战书。也就是说，暗夜英雄彻底被坏蛋盯上了。这么说没错，所以可能的话，我们希望尽早与他一同商议对策。毕竟这不仅是暗夜英雄一个人的事，也是整个蒙德城的事。最近如果有什么发现，欢迎随时来找我。来自深渊教团的战书吗？迪卢克老爷这下可有麻烦了，我们赶快去通知他吧。注意安全，愿风神护佑你。
克老爷，快听我说，刚刚我们在骑士团。是深渊教团下的战书吧？我已经知道了，谢谢你们特地跑一趟。晨曦酒庄的情报网可并不限于商业情报。那么迪卢克老爷打算怎么办呢？你们的意见呢？那样就正中深渊教团的下怀了，他们看准我与骑士团合不来，想要逼我在他们面前现身。一旦我的身份暴露，以后的行动就难免会受到骑士团的干预。毕竟没有哪个掌控着权力的组织甘愿由外人来代行正义。深渊教团这下可真是出了个大难题呀、好狡猾的家伙们。办法还是有的，只是需要先建立一些情报优势。战书里的那些被刻意掩盖的情报。刻意掩盖？你指的是看不懂的那些部分吗？想必那是一种只有他们才懂的在内部流传的暗文格式。所以那不仅仅是战书，更是他们自己的行动通告。当立场对立的时候，一方眼中的英雄便必定是另一方眼中的恶人。既然我已经做了这么久恶人，深渊教团把我树立为行动目标，必然可以使内部力量更加团结。哇，是不是当英雄的都要有你这么厉害的头脑？我只是很了解他们而已。正如我说，英雄也是另一视角上的恶人。于是那些看不懂的情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不懂就去问，这很简单。我已经查明一处他们的据点，感兴趣的话就跟我来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就是这里了。藏在这样的古遗迹里，很像深渊教团的作风。抓紧时间进去吧。
此宣判。将是你的永恒，这个如何？在此宣判。酥酥麻麻的哟，该总攻击了。审判。
居然被你们找到这里来，可恶的骑士团。我可不是什么骑士，快老实交代吧，你们的详细计划。原来你们也读过那信了吗？这种秘密就别妄想我会告诉你们了。你恐怕是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吧。以手为媒介放出了神之眼的火焰，好痛。让我看看你可以嘴硬到什么时候。住手啊，求你快让这痛苦停下来呀。我说快停下来，我全都交代。教团集结了所有仇恨暗夜英雄的力量，准备在明晚10点左右从正门突袭蒙德城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，真的，那种火焰我再也承受不了了。就这些吗？算了，谅你也不敢再隐瞒什么。哈！火焰烧尽，上！嘿，既然情报到手，我就先去做些准备了。可以的话，希望你们能帮我留意一下骑士团对此事的动向。好的，遵命，迪卢克老爷。嗯？你这是突然怎么了？从刚才开始，迪卢克老爷已经在派蒙最不能惹到的人的榜单上排行第一了。再找不到暗夜英雄的话，啊，是你们。不瞒你们说，还真是有点头疼。
刚才的会议上刚刚确定了这次事件的行动方针，你猜怎样？不对，他们说那样就等于支持了暗夜英雄的存在，鼓励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做法有失骑士团的权威。那你们的计划是？查明暗夜英雄的真实身份，并将他保护起来。保护？以他的实力还需要骑士团的保护吗？好吧，看在你们也帮助过骑士团的份上，我就明说吧。骑士保护只是名义上如此，而其用意在于骑士团准备完全接手这件事。不让暗夜英雄出手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首先是为了证明骑士团的实力，告诉民众没有暗夜英雄，骑士团也可以摆平一切。况且深渊教团此番来者不善，万一暗夜英雄有什么不测，那就等于助长了敌人的气焰。骑士团也有自己的苦衷啊。可话虽这么说，如果不知道暗夜英雄的身份，一切也无从谈起。没必要这么苦恼，霍夫曼，按我说的做就好了。凯亚队长，最近每晚迪卢克老爷都在天使的馈赠代班酒保，你只要负责看住他就行，如何？是不是一份美差？这当然没问题，不过凯亚队长的意思是暗夜英雄就是迪卢克先生。谁知道呢，可能只是我的感觉吧。骑士团居然是这样想的。还有，为什么凯亚好像知道暗夜英雄的身份一样？最好快点到酒庄，把这件事告诉迪卢克老爷。迪卢克老爷，听我说。凯亚那家伙吗？我早该意识到了，对他来说，现在就是从我这里搬回一城的最好时机。你们好像有什么恩怨的样子。先不说这个，骑士团的想法倒是跟我预料的差不多，现在将计就计就好。安静一点，让我想想。既然要监视我，那就如他所愿，我们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吧。不在场证明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想知道的话，就先帮我个小忙吧。怎么还要卖关子呀？酒庄西北方向有蒙德最好的冰雾花产地，周边地方也零零散散长了一些，
请你们帮我收集几株回来吧，我在这里做些其他准备。哦，回来了吗？介绍一下，他是酒庄的酿造师。这么多冰雾化，我已经开始期待它的效果了。提纯设备可以承受这样的纯度吗？会不会出什么问题？哦，大老板亲自对我说话了。放心好了，老爷，只要是您的意思，我就算搭上这条命都十分甘心。这不是可以拼上性命的事吧？你们先聊，我这就开锅。他拿那些冰雾花去干什么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前些日子酒庄在研发新口味的时候，试着加了些冰雾花来让口感清凉，经过提纯后的冰雾花确实有很强的吸引力。所以卖得很好吗？不，我指的不是吸引酒客，而是吸引史莱姆。这类依靠汲取元素力量为生的生物完全抵抗不了它的诱惑，于是我想干脆利用这一点做些文章。哇，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好冷啊。迪卢克老爷，提纯已经完成了，这是设备啊。辛苦你了，设备你不用在乎，我会让管家重新订购。真是阔气的发言。刚才说的就是这东西了，提纯后的冰雾花，可以叫它元素诱饵吧。好厉害，这扑面而来的元素气息要怎么施效果呢？撒一点在那边的地上吧，当心，就一点点。就可以了吗？要等多久才会有效果呢？哇，史莱姆真的出现了，只是数量好像比想象中还多。效果似乎已经超过预期了。在庄园被这些史莱姆搞得一团糟之前，把他们处理掉吧。抱歉啊，冻结吧。
殿了。别逃哟！呀！居然就有这么强的效果，好在没有白忙活。于是现在可以说了吗？迪卢克老爷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呀？计划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真的没关系吗？只靠你一个人？从一开始就是我一个人的坚持，事到如今也该由我一个人去面对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和旅行者还是会帮你的，对吧？是我欠你们一个人情，那么就按照计划，酒馆见了。等到了晚上，再去酒馆与迪卢克老爷会面吧。冒险冒险，骑士团的霍夫曼先生，这个时间光临是有何贵干？哈，没事没事，忙里偷闲，只是想来小酌两杯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哦，旅行者，这么巧你们也在。是啊，今晚心情不错，我们出来转转。几位想要来点什么？那就蒲公英酒吧。派蒙要苹果汁。钱袋好像忘记带出来，旅行者，你有带钱吗？不好意思，本店概不赊账。不然干脆我请你们好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去去就来。
夫曼果然来了呢。按照计划，去蒙德城的侧门设置元素诱饵吧。哇，你居然全用掉了，那么大的量，一会儿这里会很壮观吧？啊，史莱姆已经开始出现了吗？趁被发现前，赶快回去酒馆吧。是的，凯亚队长虽然厉害，但总是把我们折腾得够呛。哎，不对，不该这么说上司的坏话，万一被凯亚队长听到了就……我们回来了，我的苹果汁好了吗？嗯，稍等。霍夫曼先生，霍夫曼先生，侧门那边出事了，叫大家去侧门集合。什么？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史莱姆。史莱姆？史莱姆有什么好慌张的？不是很常见吗？我知道史莱姆很常见，但那里的史莱姆比我这辈子见到的加起来还多。难道这就是深渊教团的秘密武器？可是我在这里还有别的任务。哦，别的任务？你不是说只是来喝酒的吗？不不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哼，这就是骑士团的作风吗？深渊教团已经到城门外了，居然还有闲情在这里喝酒，所以我总是说，西风骑士团不值得信任。这，哎，迪鲁克先生说的对，我的表现让你失望了。我现在就出发，但在那之前，旅行者，请过来一下，我有事拜托。嗯？嘘，小点声，你知道我的任务的吧？拜托你替我看住迪鲁克先生一会儿，千万别让他出去。我现在去侧门看看，马上就回来，拜托了。碍事的人已经走了。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呢。我也要出发了，要赶在霍夫曼回来之前。时间可并不宽裕。算是青梅竹来了吗？对付你们，反而是最简单的一步。
不愧是迪卢克老爷，真是干净利落。不过是些杂碎而已，没有闲聊的时间了。不知侧门那边情况如何，赶快回酒馆吧。麻烦也解决了，我们快回酒馆吧。不知道霍夫曼回来了没？ 霍夫曼似乎还没回来，看样子我们没有迟到。总算是解决了，只是想不到深渊教团派出的竟然只是些史莱姆而已。那还真是了不起，骑士团不如干脆改行，做些专门清理史莱姆的家政服务吧，没准比现在更有价值。迪卢克先生，就别挖苦我们了。嗯。 绿行者，你脸上的汗水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刚才出去过了？热吗？可为什么你好像还在大喘气？喂，怎么办？霍夫曼好像已经在怀疑了。这位先生你好，冒昧问一下，你有看到迪卢克先生？哦，就是今天的酒保先生，他刚才出过门吗？ 居然问其他客人，这些要露馅了。哦，老爷他，迪卢克先生他一直在柜台，哪儿也没去过。这样啊，霍夫曼先生，
这是你之前点的蒲公英酒，喝了它早点回去吧，代我向骑士团的各位问好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现在着急回骑士团复命，这杯就敬给您吧。真是奇怪。哇，刚才真是吓死了，我还以为肯定露馅了。这点我早有预想，所以今天除了你们之外，所有客人都是晨曦酒庄过来的自己人。全都是托马？不是所有，严格来说是除我以外。是凯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只是挑了个可以安安静静看戏的好位置而已。难道从一开始你就在了吗？没错，这部暗夜英雄的不在场证明真是精彩，比美酒还要醉人。哼，然后呢？你准备把这些都报告给骑士团？你应该了解我的，我对告密的事儿可没什么兴趣，只是单纯想要知道蒙德的暗夜英雄可以做到什么程度。果然，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我还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。那是自然，但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孤高的暗夜英雄居然也会接受别人的帮助。抱歉，本店已经打烊了，客人你请回吧。好了好了，今晚我已经不需要酒来助兴了。不过在离开前，我还有句话想说。那就最后一句。迪卢克，你有了这个助手，我可是感到了一种奇妙的安心啊。祝愿你们有一个美妙的夜晚，回见。凯亚的意思是？别管那家伙了，你们这次帮了我这么多，只是谢礼。哇，谢谢迪卢克老爷。虽说已经习惯一个人行动，但有你们帮忙的感觉也还不错，今后有什么需要可以来找我。就算是青梅竹马。